Von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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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on!朱玉书这小子就这么死了，真是便宜他了。不过总算帮你把仇报了。大哥，这小子必死无疑了。现在孤岛的躺在那里，我怎么能够原谅我自己？ 朱一书，他居然没死。这小子命也太大了吧！师父说你命大，果然没错。可能是我命不该绝，师兄。 那天嫂子的事儿，够了！我不想听你做任何解释。师兄，你我弟兄之间，真的要这样吗？师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师父说过，磕一个头，大过磕三个头的理。周一书。 娇娇是你埋的，悲是你立的，这些原本是我应该做的事情，你都替我做了，这个礼你该收，师兄。 你我就在娇娇坟前做个了断吧。拿命来！
呀！大哥，这是什么打法？他这是要跟朱一叔同归于尽的。师兄，你从来都不做损阴德的事情，从小就对我那么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花无心待你，就恩将仇报，杀了我的爱妻。师兄，我是兄弟一场，这么多年一直对我很好，非要配个你死我活吗？你杀娇娇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。呀！呀！我！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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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是干嘛的？警官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我的女儿叫琪琪哥，她来大风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我们找到了她住的客栈，客栈老板说是被贵警所的警察兄弟带走的。你女儿长什么样？我女儿大概有这么高，白白的，有一双大眼睛。哦，这没这个人，你们到别处找吧。你胡说，你们有人看到了，快把奇迹哥交出来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告诉你，这没这人就没这人，该干嘛干嘛去，别在这捣乱啊。谁捣乱？快把奇迹哥交出来。巴特尔，好好说话。警察兄弟，我们也是找人心切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希望不要见怪。的确有人亲眼看见是贵所的一位警察兄弟来帮我女儿收拾东西的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找到这里来。希望各位警察兄弟体谅我一个做父亲的心情，把我女儿的下落告诉我。我谢谢各位了。这么说话还有点意思。你女儿是来过这儿，可是她现在走了，去哪儿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不相信你们，我要继续搜。哪儿去？这地儿是你想来就能来的地儿吗？什么地方？我告诉你，快把奇迹哥交出来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在这儿捣乱，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不客气就怎么了？来了，到。怎么回事？把枪放下，放下。阿特尔，额尔德大叔是吧？你好，我是这里的巡官，我叫朱一叔。愿长生天保佑您吉祥如意。我刚才听我这个兄弟说，您是来这儿找人的，
请问，您有什么证据证明您就是琪琪哥的父亲？我们草原上的汉子从来不说谎话。阿八哥本来就是琪琪哥的阿爸，为什么要说谎？你这个人不好。巴特尔，我又没问你。周巡官，巴特尔是个直性子，无意冒犯，还请你不要见怪。不知道周巡官需要什么样的证据？我刚才已经跟这位兄弟说了，包括琪琪哥的个头、打扮，还有我家里的一些情况。不知道这些是不是能证明我是琪琪哥的阿爸？这些情况很容易就知道，只要找人问一问，就算不是自家人，他也会知道。你们这儿的规矩我不懂，有些话我要是说的不对，还请你不要见怪。是不是凡是到你们这里来找人的，你们都得这么问？这当然了，我们掌握的证据越多，我们找人的时候就越方便。你这个年轻人很不老实，实在太狡猾了。我来的时候老陆都跟我说了，你不但见过琪琪哥，而且还把他关了几天。好了，我就不跟你废话了，我们家的货我不要了，你赶快把琪琪哥给我放出来。好，那我也不跟您废话了。罗尔德大叔，我看您现在最好还是找一个地方先住下来，然后等等再说吧。啊，放肆！你推三阻四的想干什么？快说，你把琪琪哥到底怎么样了？啊，不够，不用跟他们废话了，我们自己找，这里找不到再去镇子里找。你敢？别动，别动，把枪放下。把枪放下。放下。兄弟，小小伙儿，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。我再说一遍，你们找的人这儿没有，我没见过他，快回去吧。退下！周巡官，我们草原上的人都佩服英雄，你武艺高强，是巴特鲁。客气。巴特鲁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巴特鲁的意思呗。周巡官，我女儿琪琪格也有这么一把一模一样的刀，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证据？我们妇女是见刀如见人的。哥，有钱人就是讲究，弄把刀都这么漂亮。维尔德大叔，齐吉格真不在这里，你们还是先找个地方住下吧，有他的消息我会通知您的。你胡说，齐吉格明明就是你们带走的，后来他自己又走了。你好了，主巡官，那我就信你，因为巴图鲁是不会骗人的，你说不在那他就不在。不过我真是琪琪哥的阿爸，巴特尔是他的未婚夫，我女儿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，
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他，不知道朱巡官上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还好啊？他过得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朱巡官，此事就拜托你了。告辞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都散了吧。嚣张的。你别喊了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这不是你随便进的地儿，你知道吗？叫朱一叔出来，我要跟他决斗。决什么斗啊？要打架出去打，你不听话，你赶紧出去。我们不是打架，我们是决斗。叫朱一叔出来。哎呀，你讲不讲点理呀？哎，哥。你情敌又来了，别起哄了，行不行？哎，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为什么不跟他决斗啊？决斗多好啊！你看，你把七七格给赢回来，到时候不但能抱得美娇娘，还能有个有钱的老丈人。哎，兄弟们跟着你啊，是吃香的喝辣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要是不为你自己想想，也得为我们兄弟想想。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，唯恐天下不乱呢？啊，你没看你哥我这一脑门子的官司，你还在这瞎起哄？这这这！哎呦喂，我这是替你着想，为你好啊！这，你跟琪琪哥两个有情人，干嘛不终成眷属啊？你看你，还装正人君子啊你？哎呦呦呦！出来，我要跟你决斗！朱一叔。快出来！出来呀！老实人就是惹不起啊！看来我跟他还真得来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。都别动！这是朱巡官和巴特的私人恩怨，我们只许看。不许动手，知不知道？啊！来吧，试试。滚！朱一叔，滚滚山下的算什么男人？这跟是不是男人没有关系，你非要打的。你跟我决斗，只躲不打，你把七七哥当什么？什么？我，朱一叔。打一次，事情是完不了的。这几个是我的。是巴托鲁，什么是巴托鲁？巴托鲁就是最厉害的那个人，就是我们的英雄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怎么样，巴特，咱们现在可以做朋友了吧？当然，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喜欢你。好军的功夫啊！哟，额尔德大叔，承蒙您的夸奖。其实我用的是巧劲儿，他要跟我学，他肯定能胜过我。你这功夫，巴特学不了。他脑子笨。哎呀，我是最喜欢有功夫的年轻人啊。
只可惜啊，我们没有缘分呐。朱巡官，我晚上想请你喝酒，我想以我们草原上的风俗，我们蒙古人招待最尊贵客人的方式来招待你。这个就算了吧，我也没做什么。怎么，你不去就是看不起我，就是不想交我这个朋友了？好，我答应了。那好，咱们就说定了。我回去准备，晚上我再过来请你。那我们告辞了。啊，我等你啊。哎，等你啊。哼，三叔子孙满地，四叔四条阴损竟标旗。七七哥，这些祝福的话我真想是对我说的，我也想听到这样的祝福。可是今生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。这个梳子送给你，留个念想吧。把它带在身边，以后你看到它，就跟见到我一样。让它陪着你，看着你，保佑你平安。明天就不送你了，你不用说再见，你好好的，此生保重。我走了。相爱还能相守，是一种福气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。七七哥，珍重。
之法器，当造福于民。雁门县的一方平安，才是你真正的功名。学生近日陷于困顿之中，举步维艰。一己荣辱虽不足惜，却时刻不敢忘恩师昔日教训。为百姓福祉，方为吾辈功名。时间到了，开始吧。是。执行枪决。瞄准。
哎，师傅，哎，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好玩，好玩不好玩？你看，哎，师傅，哎，怎么样？师傅够威风吧？师傅，你老人家最威风，现在救师弟要紧了，快走！大姐，大姐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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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姐。师傅，你们快救师弟吧！等让我再好玩一会儿。哎呀，你，师弟，师弟，朱大哥，朱大哥，快快快，快走！哎，哎哎哎哎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追！县长，从现在起，县警察局治安大队全员出动，抓捕朱一书及其同党，死活不论。是。棋可真不舒服，老爷子，你到齐了一路都没被颠下来，你可真厉害。我厉害？错喽，那不是我厉害，那是二哥厉害，他不怕哥。师傅，师弟伤得这么严重，我们要找个安全的地方给他疗伤才是啊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要不去挂甲台吧？我们村人又少又偏僻，还穷，一般人肯定找不到那儿，藏几个人肯定没问题的。这合适吗？要是万一连累了你们，嗨，要是一般人啊，我肯定是怕连累。可大姐和大姐夫又不是外人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是是是是。哎，你看什么看啊？你倒是说说，去挂甲台行不行啊？走吧，带路吧。哎哎哎哎，我不去啊，师傅。您这怎么了？怎么又不去了？他凭什么说我厉害？我有错吗？我说他厉害还不行吗？不行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师傅呢不叫厉害，那叫聪明可爱的老顽童。你小兔崽子说话就是好听。行了，走。去！你师傅真是个怪人。他的脾气啊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。驾！驾！驾！冲！冲！冲！
知啊，你这样会扎死人的。哦，这样会扎死人的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不治了。你这是不讲道理！朱大哥到底是不是你徒弟啊？你这是拿他的命开玩笑啊！嗨，我就拿他命开玩笑，怎么地吧？师傅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跟丫头过不去啊？你会不会治啊？你不会治，我找别人去。嗯，你找谁？哎，谁能比你师傅强？当然没有啊！我跟他闹着玩呢。那你闹完就快去吧。姑娘，靠我边儿，别再扎着你。那怎么办？过来，快忍着点吧。哎，你师父真是个怪人。哼，他说了，人不怪不可爱。啊？他常说啊，这人又不能当饭吃，要长得再不好看一点，不奇怪，那还有什么意思？二哥，二哥，大王，都怪我。要不是因为我，老二也不会死。大王，我对不起你们。大姐，这不关你的事儿。大姐是个好人。对，二哥他知道谁真心对他好。大姐，这不怪你。对，二哥他不怪你。哎，大姐，大姐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找老二，这里是他的家，我要带他回家。大姐，你别去了，大姐。大姐，老二能有你这个大姐，他死也值了。打今儿起，你就是我亲戚，我们没白认你这个大姐。都别哭了，咱们跟大姐一起去把老二接回来。咱们兄弟四个从小一起长大，都没分开过，现在也不分。走，站住！警察到处找你们。这个时候下山太危险了，要是被他们抓着，那是闹着玩的吗？啊，哎哎哎，上哪玩？带着我。师傅，你就别捣乱了吧。哎呀，叫一声，上哪玩？带着我。师傅，别去呀！你去！哎，去，走，嗯，走。哎，走。师傅。你别光顾着自己玩，把他们照顾好啊！快点，快点啊！表兄也好像在哪见过呀？还是张大哥讲究啊？他怎么在这儿？邢德义没想到这么巧，朱一书居然也躲在挂架台。到底要不要去找朱一书合作呢？他实在是受够了这种躲躲藏藏的日子，他需要朱一书这样的盟友。可是，邢德义不敢轻易把证据交出去，那是他保命的最后本钱。
他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想再死第二次。这一巴掌我是打你不孝，这一巴掌我是打你不知自重，自毁前程。你居然去救那个死囚犯，攻击执法人员，妨碍执法，那是要掉脑袋的，你不要命了？我养你这么大是让你豁着脑袋去救那个死刑犯的吗？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比命重要。行啊，你长大了，你走吧。我走了，你怎么办？你不用管我。你是想一个人待下来吗？义父能为你做的也就这么多了。你到外面去看看也好，外面和家里不同，你要收拾你的脾气，改改你的个性，多带点钱。所谓穷家富路，义父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大不了这个现场不干了，还不至于要我的老命。义父，我要是走了就太不是人了，我今天闯了这么大的祸已经是很不孝了，我不能让义父再替我受罚。我哪也不去，就在家里，如果上面法办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绝不连累义父。不行，这是绝对不行的。你犯了那么大的事儿，我就算是一县之长，那也不能一笔勾销。万一义父护不了你，不用义父替我护着。我今天劫法场是为了朱义叔和我的兄弟情，兄弟之情不能忘，父子之情更不能忘。我决定了，就留在义父身边，是福是祸我都认。起来吧。大姐，这么多警察，咱咋办呢？是啊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老二，老二，二哥，老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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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二哥，老二哥。姐带你回家。二哥，站住！二十抚恤金。嘿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这是我大嫂，她太过伤心了，我来领，我来领啊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先走一个依法法办的过程，先把他关一阵子，等这个风声过去之后再把他放出来。一，无损于您的名声；二，让他长长记性，您看如何？我说程局长，你知道季东海是谁吗？他是您的公子。那你还这么干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县长大人，属下直言，这件事情还要做足文章。您向来是个清廉者，公正之人，这次要公然徇私，我怕影响到您的官职。老程啊，你得记住一点，
东海是我的儿子，是我唯一的儿子。我苦心经营一辈子，全都是为了他。他将来要去的，不是你的位子，也不是我的位子，他有更好的去处，所以我绝不允许他身上有一丁点的污点。我明白。今天有多少人看见东海的脸？近身保护您的这几个人。那就好。你知道我的规矩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通知各村长镇长，全力配合，捉拿朱一书、曾石落，交通要道增设关卡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大叔，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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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叔，你没事吧？你不是回蒙古了吗？我听到朱一叔出事了，所以就赶紧回来了。哎呀，甄大叔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听说警所的人全都死了。高史上说，是朱一叔干的。我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一言难尽呐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啊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他们人呢？嫌我老，嫌我烦，不带我玩，把我甩了。哎，哦，他们不带你玩，你就回来了？你这回怎么那么听话呢？嘿，小子，咱是有志气的人呐。师傅啊，他们武功不行，放在山下，万一被警察逮着怎么办呢？曾世洛，我有事儿求你。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？哎哎！我曾经答应过他们，要教他们功夫。我还想让朱大哥教他们功夫，可现在朱大哥病了，你能不能到了二的坟前教他们功夫？我求你了。嘿，嘿嘿，孩子，错了，求错人了，他那功夫都是我教的。来来来来，跪这儿来，来，你看。Thank you.
好，好。二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老天爷不开眼呐！你们汉人不是有句话说：“好人有好报吗？”珍珠是好人，朱一叔也是好人，怎么就没有好报呢？可能是时间未到吧。你们别怪我心狠，这都是县长的意思。谁让你们几个不长眼呢？看见县长的公子，放走了死刑犯。这是县长的意思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预备，开枪！谢谢局长。你们跟了我这么久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也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人，但在咱们雁门县，那是县长的话就是圣旨，他下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。不过今天我救了你们，咱们可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但是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们，县长的脾气你们是知道的，你们早晚会变成真正的死人。属下誓死支持局长，不能放火，在所不辞。老顽童，这都半天了，你还没看明白啊？曾石洛还说你医术高明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嘛。你要是再说我小人家的坏话，我还真就不管了。朱大哥到底是不是你徒弟啊？拿你这样当师傅的？我教了他那么多本事，有用的他一点不用，用的全是没用的，把自个儿害成这样。切的，你还嘟嘟嘟嘟嘟嘟没完没了，我真就不管了，不管了。哎，你这个老顽童！哎，老顽童，
什么是小人家呀？小人家就是，你小吧，你看着我老啊，我心小，所以我也跟你一样小人家。哎呀，什么大人家小人家的，你倒是说说朱大哥到底是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老问我怎么了，那我还问我怎么了呢？你还问我怎么了？我要知道那怎么了，我还用你问我怎么了？我就不告诉你怎么了。师父，你老人家还记得我和师弟小的时候，你下山偷酒？闭嘴！那时候的事儿能说吗？谁小的时候没有顽皮过？我不说也行，那你就告诉我，师弟的伤究竟怎么回事？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？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说话？师父是说，师弟的伤只是皮外伤，可是他现在这个样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吗？来，他想当回聪明人，他这是开窍了。他都这样了，还聪明呢？师父说的话，你得反着听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傻瓜才会做英雄，真正的聪明人只想着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平平安安才是福啊。你看我师弟被人害成这个样子，不就是想做英雄给害的吗？听见了吧？这就是一个师傅带出来的俩徒弟，一个包括他聪明机智，所有的好的地方都学走了。你再看这个，蠢笨傻轴，我什么不行，他学我什么？切！你真是个老顽童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吃官粮的没几个好东西。哼，你就是不听。啊！流氓！啊！你说呢？我就想做一个胡搅蛮缠的大小姐，然后烦死你。